来这边看一下最后一场啊 ，XG 对阵 WS， 也是非常的可惜啊。上一局前锋没有发挥好，那么最后一场就变成了表演赛啊。我们这边看到这个苏染的杰克也是一个同样的体系，就是张狂挽留带传送啊，就是来打你祭司的，因为你祭司对吧？万一这个洞拉得很好，我这节奏被你断了，就根本翻不回来了。看第一个能找到的是魔术师，后面是一个祭司。这边祭司拉好洞，该开车的该开车，该钻洞的钻洞，都已经分配好了。这洞先打掉，洞先打掉啊！那这边。反正两个人要一起上车，看一下能不能三人上车。哎呀，跟不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站台有没有点掉，感觉可能应该是没点。好，这里我觉得抓空军可能会好抓一点啊，比那个魔术师好抓一点。对，这里对吧？他应该会就在拐角交枪，拐角不交枪，那你可能没什么机会交枪了。对吧，你这个拐角不交枪，就是你要在杰克反应过来之前先把这枪交了。他看见你，虽然说现在空军这个交枪的速度比以前快了，但是还是不够，就是他的误认还是反应的过来啊。哎，这里是没骗下来，再骗一次，误认不打吗？这道误认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刚才如果隔着这个墙打的说话，有可能就打中了。这里绕一圈又要上车了，杰克这局已经炸了，非常非常的炸，直接传送吧，直接传送抓祭司。对，但是这边过去找了一个前锋，想一想，哇，怎么是个前锋呢？看了一眼，这个空军已经走了，走得很远很远，再拉一波距离，这个时候空军倒了，应该是外面的电机都会，哎，不对，我们发现了这边前锋不安于修电机，你想抓我们的空军是吧？好，我在旁边等着你。这前锋已经靠过来了，那就这把就是，哎，这刀误认没打中吗？一刀抽刀又没打中，翻一下，撞一下，有加速啊！这个拉的就很远了，距离又要再来被拉一波距离，整体上面的一个。节奏，祭司修完第一台去补前锋的电机，这边魔术师能够开掉一台，起点站还有一台遗产机，再绕再绕再绕，这应该哇，这刀误认已经是非常非常心急的一刀误认了，就看得出来已经是心态炸裂了，打不下去了。好，前锋在下面这个口子等着你，来来来，你牵人，你牵起来，我就把你撞下来。啊，刚才那刀误认一看就是已经是就是操作变形了，着急了着急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就是一个月亮河常见的一个套路，对吧？进就开车进鬼屋，然后再下来绕一圈，然后再上车过河，然后配合这一个前锋，这边前锋也是做到了该做的全部啊，该撞的撞，该牵制的牵制。好，这边过去还要再钻洞。还要再钻洞，这个距离，哎，直接传送过去，不让你钻洞了，还想钻洞啊？还想钻洞？我不得把你这个空军先留下，先打一刀误认，没打中，打一刀实体刀，好，魔术师走了，过来把前锋摸满，魔术师倒地没关系啊，这魔术师倒就倒吧，把我们空军已经拉开了。这把的祭司体系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一个。让屠夫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套路了，而且这个传送一交呢，刚才如果说留空军可能还好一点，现在谁都留不下。前锋这里还有个搏命，如果你最后这个人椅子挂的不太好，甚至有可能会被打个四跑啊，找不到，这里空军躲着，哎，看见了，哎，终于是抓到了第一个人，前锋过来了。我觉得前锋这个时候把球留一留，对吧？待会儿直接看情况撞吧。这波就没有必要撞了，等到开门战，哎，还想撞，一刀，
没打中，被撞下来，一刀挥上电击。电击是已经压好了，这一撞，那这个地方电击可能就要亮了。这时候没有误认，没有误认。哇，这把杰克真的被锤得太惨了，电击要亮了吧？这个直接亮，对，好，空军待会儿就倒在，对，空军可能就是围着这边去跟你绕，待会儿看有没有机会开门了。门估计开不掉吧，这个地方，那四跑应该是还是比较难的，这个局面想要四跑不可能，三跑是绝对有了。这空军到现在都没上过挂，而且空军是个铁屁股。一刀误认没打中，看看地窖在哪里啊？地窖在哪里？地窖不在这边，前锋还在这边蠢蠢欲动。这个前锋已经是让杰克不想玩这个游戏了。这边有没有动啊？有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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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点，会不会撞一下？我感觉前锋，哎，杰克先穿洞，把这个洞穿掉。还是说他只是不小心往前点了一下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这边是前锋去开了那边的门，门开完以后有薄命，挽留还有不到60秒的时间，只要挽留结束，这一把有可能四跑。前锋把门开掉了，我的个老天，这救救孩子吧，这个杰克，哎，直接偷了，完了完了，这心态炸裂，以后都不想打这个游戏了吧，这太惨了，一个祭司加前锋，一刀误认甩没有用，帮他加个速而已，传送过去，那边能不能留，留不下来，应该留不下来。